的时阵吼，诶，有大主一号吼，大无几届，因为吼，伊拢在读这个高中的时阵，伫陈一中的时阵吼，我看伊读圣经读无偌久啊吼，可能拢圣经拢无熟，啊，所以有当我又甲伊斗练一下，看迄个圣经伫倒位吼，甲伊斗练一下。不过我真感谢上帝，就是牧师开始伫这两年半带读圣经的时阵吼，我看伊嘛有认真读。啊，我拢会甲头磕起，讲，诶，你读到倒位吼？啊，小可甲问一下吼，看下，诶，阮也去塞车去新北的路中，是我来甲讲，即礼拜你知要读倒位无？我拢爱小可甲问，啊，真感谢上帝。所以伫即阵的时间，无输伫咱的中间的时阵，阮上大的收获就是，我的先生有认真读圣经。公益行动教会诶，黄牧师吼，因为遐有两个牧师，所以爱甲伊声调出来吼。啊，头拄我伫遐听大家伫遐咧分享，啊，第一遍看到一个即个牧师被离开，既然带来规定的人拢遮喜乐啦，哈哈哈哈哈哈！到底是牧师的感受，到底是咩？是咩？对头啊！啊、我今仔日嘛第一遍一个体验吼，坐计程车吼，哎，这个张医师讲，哦，因为当时风雨真大啦，哇，连上帝都感动啦，你看，这是来嘛？啊，我第二坐伫遐看大家伫遐咧分享，哦，啊，甲牧师甲咱做伙，啊来敬拜上帝，在做上帝工，我听到是来较提出，因为真侪好话拢互恁讲了，我听啊，来要讲啥物？吼啊！一进门，我嘛足紧张嘞！哇，欧老师，啊，你某会传啥物秘密无？啊，等一下，我讲一个囝仔讲夫妻一体吼，等一下，哦，我见面就两个咧说来啊嘞！我想讲咱这是一个，咱知影咱有听过国与国特殊的关系嘛？啊，所以我才想着讲，哎、欸，义兴教会甲公义兴隆教会其实嘛是连。特殊的教会的公司关系嘛，吼、哦，所以咱就爱从话传统多一点讲，提外在形式的内面来比喻出来嘛，吼、哦，吼、哦，啊，我该欢迎的拢有欢迎，吼、哦，啊，咱凡事感谢，吼、哦，然后再奖赏我孙女啊，咱嘛感谢上帝，吼、哦，啊，你要是对上帝来祝福，咱嘛是要感恩上帝，吼、哦，啊，回顾三年前，啊，上帝活掉，啊，黄牧师。啊，来到光明的龙教会，我第一印象，哇，那来一个这个美男子啊！啊，光明的龙教会的这些帅哥，那我来一个第一名的美男子啊！哦，哇，不但是看到你目标，哦，连男生都会欣赏他呢。啊，从那个顶楼里嘛，等一点，一条回，哇、哦，小林那活掉一个叫领导。我感觉你那助理啊，哦，你那。我所以讲，对恁唔通干那咧注意引导哦，我用心咧敬拜上帝哦，安尼说伊哦，所以安尼还人无对我。啊，这个时阵哦，伊那够多安尼在。啊，一时啊，真紧就经过三年啦吼，回国公营龙教会啊，早起对这个平安经乐啊，甲初步收啊，甲下南岗。努力啊，上帝，予咱已经真紧经过八年外，哦，啊，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上帝，予我有机会啊，参与伫遮啊，即个圣工的服侍福音的事工，啊，我伫公益联盟教会嘛，学习非常真侪功课，啊，对牧师的顶面嘛，学习着真侪信仰的功课，哦，啊，甲遮个社会分工，啊，遮政治的问题，其实我伫遮嘛，领受真侪，哦，啊，真感谢上帝，予我有机会。在这个所在来参与，啊，那咱知，大家拢甲牧师讲真侪优点，讲到我唔知想要安怎来讲，啊，我回去来讲一个牧师的缺点。哦，我看到恁拢无注意牧师有两个缺点，真严重啊！爱请的钱伊唔来请，啊，佫足爱请啊！你老实讲，恁拢会请偌济？老实讲，我是相当无奈。咱大家摸摸良心吼，所以老师会人吼，为人真的很 nice， 各位吼，他去讲吼，啊人办得好，啊做人都很窝心吼，啊这就是伊两个特点。爱请是爱请，啊个口口爱请，我有时拢请甲无路，哦，
啊，那我老师这么啦，都人来表白，千万等他，等着等到我老师讲，伊就走较慢啦。安尼吼，安尼同事可能是100公尺的记录者。啊，虽然咱讲伊运动教会吼，会使讲咱台湾上大个教会嘛，八大杯啦吼，讲起八大杯吼。但是伊牧师的格局上特别重用伊啦吼，伊唔是干那咧收迄个移民币，伊是收伫外滩迄种激素。哦，所以吼，上帝吼，我提升嘛，哦，上帝要重用伊，所以有时伊离开咱真正是唔甘啦吼。但是咱站伫信仰顶面，吼、哦、来看待或者上面诶层次的代志，咱应该吼、哦、虽然唔甘，但是咱有反思啊，来顺服上帝对伊带领，哦，啊来求信心充满伊，哦，家庭也开来。可以继续要为上帝做工的路障，拢有主的稳定，甲三个别，马甲牧师呢，甲叶天三个别。好、哦，虽然因离开公园当教会，相信伫上帝国度为主做工，无减一个啦，吼、哦，无减一个。好、哦，所以咱应该伫这个祈祷中互相来三相了，三相了。好、哦、啊，愿上帝继续施恩赐福，可以会当继续为主做工。好、哦、啊，的时阵会当。啊，这个真多啊，国家社会啊，健康就好啊，多谢大家。欢迎哈。啊，咱今仔个有时间啦。早点做，早点做，早点做。压压座啦，压座啦。哈哈哈。新鲜啊。哈哈哈。我本来是讲咱个七点个介绍五点半，他拄啊伊卡迄个信号来。我们要做穷车超，所以办一下问题了。我等时间，我先讲过了，甲请蔡领导讲，啊，互蔡领导讲较长的时间，好，啊，讲了是咱过来协商，啊，协商了咱也是要蔡领导讲带咱来迎接好的事，好，啊，了是咱再来再照相嘛，啊，了是再来聚餐哦。啊！你又没讲，啊，等下，今麦电话讲，我都话讲过都无什么，我就开始要想。啊，真感谢吴老师教吼。你咪讲，我会记得吴老师带咱有一届吼，上大去罗马去中东乌头顶咧去，我一届去中东乌带咱去中东乌头顶吼，底下有一个是下来个大大个底下吼。啊，对对，三个月。咱去遐金狮呢？那是我，咱去遐金狮，搁去用录起来啊，放伫 YouTube 呢。50年后，我的孙啊孙啊，搁看会到啦。那我这记录我了紧，哦，足了紧。啊，我要讲三点。第一个就是我的家庭吼，从牧师来，我的家庭已经大变化。嗯。哦，我头先讲牧师拄啊来是因为我先去讲八月二去高雄，咱迄届个野外礼拜。其实我迄间作挣扎去，因为我个亲人伫病院里开刀，非常严重。啊，我底下甲上帝咧讲，我唔免去伫病院甲做，我唔然我来高雄参观。哦，我感觉讲，我用脑脑用做违规啊，想刷第一。上帝，如果有违规，爱刷上，刷上，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你弄先来报。第二个，两年前，咱伫圣爱山庄的时，让我特别的，我的妈妈等哭，我实在是无法度，因为我妈妈个年龄没办，我让大家了解。啊，我打工，我比办多少，妈妈嘛比较好，我妈妈。做就要接入去，啊，所以我赶快去参加咱教会的聚会。一直加几工的中头，我才来电话，才甲大家报告啊。啊，我还是来电，我来听。啊，我是讲咱的教会的领聚会吼，啊，这是真要紧的一聚会，啊，所以我无得来邀请牧师来。但是等我去到病院的病床了时，我做了就是讲，哎，我做是看到，啊，应该就上帝。上帝安尼，唔知哪安排啦吼。因为阮妈妈过去的时伫病院吼，啊，伊个教会小会无事，哎，迄个做无事吼，伊嘛伫做无，我同伊，
所以蔡老师特别去派我处理啦。啊，后来就是社教会的老师，听着了，赶紧来，伊讲妈妈听了就传。后来咱的老师搁赶紧来，啊，这边家庭问题大，会安插班长啊，啊，超过国家，我就干了。啊，佫正较欢喜的吼。啊，阮的家庭嘛，一个最要紧的代志。是三月底，阮搬厝啦。啊，这吼，讲啊搬厝真困难。因为阮来台中住三十多年吼，拢伫租厝较济嘛，啊，刷来刷去嘛，刷到尾啊，刷入水沟啊钱啊。啊，想讲吼，我甲阮太太两个吼，会伫遐做最后的收啦。他拄好去讲，牧师来遮带咱三，敢那耶稣咧带学生，但是，啊，但是迄个结局有讲解好，你讲一定是真呢，我话即开哦，还是我笑死，啊，但是哦，咧使命来在先吼，也是另外个样，哦，因为咱是外国人，上帝要甲咱引出，啊，把咱的使命，咱是当扮演上帝派予咱的使命，就敢那就是咱的教会。咱教会是上帝所给恁精选，吼，啊，伫真一所在，啊，调咱一个国教会，或者个同工，大家参与这种方式，对台湾来讲是千十年来上大的变，因为一个教会欢喜进入社会，来关心社会议题，用信用。最根基哦，不是用利益哦，是用信用最根基哦。通过安尼来去关怀咱所徛起的，关怀所有徛起这地方的这百姓，我想这种的机会真难得。我想上帝以外后，把这种机会给咱台湾的基督教拢开，但是伊无领受，伊就是讲因的时机还未到。唔嘛，后盖有真正来领受，吼、哦、啊！会当甲咱共咱同工关心着台湾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土地、台湾这个社会，特别是对这个软弱弱势，需要咱听啦，咱拢唔嘛会当讲。主要说祈祷福音，听三分钟啊，要未听过，咱赶紧来知影，吼、哦！啊，我会分享到这上啊，这段时间。前途似锦，是刚似锦。
升官发财啊！哈哈哈哈哈！发财！哈哈哈哈哈！那咱要搞到什么？那你的那一个是啥不？一屁股下。我捌看到咱教会吼，这七八年来吼，啊，大家遐尼欢喜。哎呦呀！大家看牧师走，我无来干扰啊。无来干扰，牧师，我来讲，现在拜托你做做老的。谢谢，谢谢。就教我吼。教你做做。教我，我两个已经听到我无来干扰。我先慢慢好了。我没听出来，我没听出来。没了。大家很欢喜吼，有理由。我是你敢无感觉？就讲你三年前来的时阵，咱的会友包括咱的委员，比较起拢较激动。啊，牧师，叫你来聚会就聚会，来亚红恩爹就亚红恩爹啊。但是，我想，牧师吼，我头头。只能够我思维是，但是我反正是怕过来讲到吼，请耶稣讲到安尼吼。啊，我那时候我唔知我是口误了吼。不过我想这修行牧师的上大优点，啊，都已经作一人讲过啦。你真正你会讲到，对我讲起来，对蔡妈妈讲起来，对家人是得到利益。你的理由，那这点呢？你讲到的内容也好，你讲到的生活化也好，都按足侪人讲吼，大家足侪人，又是迷信者也好，还是历代基督徒也好吼，大家听有啊嘛听会落，嘛感受得到。啊，这点是真正你的好处，啊嘛，我得到你的对你的讲到。得到这样子学习，包括我知讲，咱爱搁我谦卑嘞，好啊，谈代志拢有上帝好的意思甲安排，咱来正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咱有这些问题，这些困难嘛，总是我所谓的讲到，也袂得，就是咱来行出去去做，啊，不管是你困境嘛。拢有上帝好诶指引，啊，所以这点话第一点，我甲牧师感谢是咱教会，大家拢顶上跳，好，伫个牧师环教会诶好影响，就是讲牧师呢，伊是干呐搞讲道，搞影响人，伊搁知影，互每一个人去做上帝工。我们每一个会友对中职啊，对普通微信者啊，对拄啊洗礼啦，你可以改变穿，可以每一个人有一个工作，做好做舒服哦。是讲，我一直看地位，我嘛一直看一个小小姐，但拢叫伊丫头，我实在唔敢。唔敢叫你丫头。为什么？为什么？好，我私底下就跟你讲啊。因两个吼，那是讲的，伊做遮个厨房的工课，这个吼，应酒部，你啊，创电了，创个音响哦，我拍这个李伟，我蛮足感动的，你我都很错的，哦，你竟然笑了没？会当跟传啊，对上帝、对教会服事，我想这点就是你流传，会啊，予咱每一个教会的遮个同工，来拢有分伫内底。哦，啊，所以这点是，你对教会的奉献、贡献，哦，这是我感觉特别好，是怎样？第三点，我想服事。
予咱个教会影响吼，实在是予咱教会靠活起，更加活起，包括咱个奉献，啊，包括咱个奉献。我开始，我发现吼，咱个奉献表内底第一年、第二年拢人告诉我咧。一个月来讲，我那两三万就算袂歹。总是即摆你爱看咱的每一个单间的方面，已经是几啊倍。啊，这是大家对教会、对公益同教会的这个上帝的感动，啊，无所谓认错，我想无所谓鼓励跟激励、激励，啊，我想拢有关系。啊，咱教会即摆。好，这个两个小组，啊，系统小组，甲文件小组，好，啊，财经班生活队，啊，这是予大家参与感，好，啊，所以这点呢，啊，嘛，予咱教会更加有，吼，有迄个对上帝的看过，大家有真分，大家真正来拍拼来做。这点是足家己感谢。不过我甲这个尤德洛同款吼，我对牧师嘛是也有真侪期待啦，哈。我们讲这是缺点，哈。啊，是讲咱教会这边八年啊，这边八年啊，啊，七年完这边八年，对开始，立天教会连串主教牧师。啊，像我对伊无正了解，我开始是，我是讲，这个牧师，我伫身边，圣经虽然有一间国际会议，伊代表中会去参加，啊，伊甲我讲，我看恁公益行动教会吼，伫台北人吼，伊咧看，看教会广播还是听人讲，伊讲咱台中嘛来设一间，咱台中嘛来设一间。公益运动赢无爱啦，无够逐个礼拜。啊，我是讲迄上帝吼，真正哦，创造给我数一个数量。啊，所以对啊开始，我对创造给我数真正肯定伊啊，甲伊感恩啊，一天教会一天甲人传教。这个钱要交啦，有得了。杨毅也过也回来哈，所以我蛮足感谢蔡主教牧师啦，这个灵恩教会给咱啊，给咱引传啊，给咱帮助哦。有新的牧师，那时候伊拄来教会了，那时候我蛮捌哩，我蛮捌哩。吴宗牧师也未来教会，那时候我蛮捌哩，我蛮捌吴宗牧师。总是，不管是蔡主教牧师也好，林世杰牧师也好，甲第三任吴宗宏牧师也好，因甲咱每一礼拜、这礼拜，甲咱同工、甲咱事务，也是讲我对第三位牧师，我拢愈了解伊，愈肯定伊，愈爱伊。因真正是上帝，切派予咱公益运动教会真好真好个礼物。透过因这三位牧师，诶，迄个啊，迄个帮助甲参与，予咱公益运动教会甲即嘛愈做愈好，愈做愈行愈顺利。啊，所以这点我嘛吼，未感谢，搁一边感谢这三位牧师，这个有点你了时间哈，完了啊，甲蔡主教牧师来替哈，我好啊，来到甲蔡主教牧师甲联合教会哈，啊，再回应中间的感谢，感谢。就是哈，他都几半年前哈，牧师第一点甲讲，讲伊要。可能要离开咱公益嘛教会，我也欢迎啦吼。
我的观念袂讲足受气，袂讲讲啊，你是陪伴。我是跟着我比较解讲，是啊啦，我会记我唔莫说讲，你去离开公益行动教会，是不是我教会对你有啥物做无同的所在，不错的所在，啊，像薪水伤少啦，吼。我解公平的，我解莫说公平的。啊，摕咱教会是安尼，人因咱即摆大间教会拢摕甲八万、十万、十几万，吼，啊，咱教会是安尼尔，吼。伊讲拢毋是啦，伊讲拢毋是，啊，拢毋是吼。伊甲人甲讲啊，我吼一礼拜来，一礼拜吼，我家庭伫台南，一礼拜甲人拜五拜六礼拜，啊，拜咱三四天伫咱台中啊，时间安尼吼。忍受不住的，啊！这是讲伊家讲，这我听袂落，我听袂落。我讲，哎，咱三年、两年、三年前，咱委员会吼，咱到就讲，我说是安尼，因为家庭，伫咱台中分是三四间安尼的，我拢接啦。哎，即摆讲，你家讲这不足，我实是无法接受啦。但是我毋是受气。好、哦，我甲讲，所以我甲讲，我实在是无输。你讲要死，我无就讲伊是真正，我心要离开。所以那边甲咱议员提出，他在两三个月前甲咱提出讲伊要死。我讲我袂当接受，因为我也袂看出无输的决心啦。哦，伊甲咱讲，伊甲伊讲，甲伊讲，啊，像大家传来传去，但是他差在两个月前。伊离伊完会正式提出伊的理由，啊，伊的理由，啊，我就没讲了。啊，所以我一直哩嘛，经过安尼吼思考来个，我讲啊，这牧师要离开咱教会，总是我相信这拢上帝好意思的安排。好、啊，上帝要各方牧师各方都来思念。好、啊，等于来了，也是其他的所在上帝一定。我输不卡多还输的，就像哈，我说你，我请问一个问题，耶稣吼，你当早期做传道的时阵吼，伊嘛无到一个庄稼海边一点所在的菜地遐无种啊。我说，耶稣就是到一个所在拢，伫庄稼耕多，还是讲伊啊，一直行，行到尾用电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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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妈妈本来是无啥，因为伊的身体嘛无讲真好势，年纪也较大，来教会吼，哦，我等下过家袂行，哦，阿伯我讲啊，若要去就去，我嘛无当甲强逼，总是，伊即摆较常来教会，最主要理由，伊要听牧师讲道，第二吼，阿是讲恁是有听无？哦，恁是伫遮吼，恁是吼，每一个拜六个礼拜都拿点料出嘛。我明仔载要来教会无，啊来，我要甲恁载。我是讲吼，所以我顶下人甲恁是讲，你直接甲蔡妈妈讲来教会，伊甲蔡妈妈讲吼来教会比我讲好。啊，这是咱团结好处，这是咱团结好处，所以这点呢。啊，我感觉讲，咱教会真正对真侪人，啊，对足侪人拢有影响，吼、啊，啊，我真正搁一遍，啊，感谢牧师啦，吼、啊，我唔知讲你即摆对恁台人是不是上帝要有啥物使命，我相信，上帝能够发大个使命，你对我希望我们台人吼，能设一个，能承接。台南的公益教会，台北、台中、台南
我希望家己讲话，高雄、屏东拢有一款平台的公益工作会，咱免见面，啊，换衣啊，换刀啊，吼，啊，一个卖布啊，啊，总是爱有安尼五个人、十个人，而且就先请开始。啊，这公益工作会实际上是对我开始啊，是对台中，是对蔡主席是开始。啊，这点啊，我本来是。咱这个木书记啊，哦，来位啊，来，木书记，是爱护用会知影，咱今天教会开始，就是上帝，予咱新的使命，透过发出这木书的迄个开始咱找丁爽，或找过来丁爽找到台中讲一定要了解，啊，今日有丁咯，有丁咯，你要往倒吹啦，吼，哎，啊，市丁咯往倒吹。啊！大家去找找找，到尾哎，来向方面啊，上课啊。咱教会向前行，啊，我相信要真侪工课。啊，咱教会要真侪工课。我是希望讲，咱教会啊，因为七八年吼，我想讲明年了以后，拜到一两间两百年，一百两百，上无两百无按一百下。啊啊，感谢啦！啊，即我想我也好，啊，咱遮的每一个会友也好吼，让我们前进。啊，牧师。咱也袂拼搏以前呢，啊，我足感谢，足欢喜讲吼，啊，咱从这中间吼开始，就讲这个礼拜开始，开始礼拜这思维吼，啊，这个七年后开始你哈，你安排这牧师的工作吼，啊，我想大家吼用心啊，共同来分担，吼，啊，这个牧师你归我来是，不过你没，我拢会变，我咧请你搁再买单，咱来到支援啦哈。好，好，阁一遍，阿咱阁做嘛吼，啊，好啊，啊，感谢咱，咱老师啦吼，好，谢谢，感恩，哎，好啦，要请，这个市长了，要请牧师讲，要来请，迄个咱的，哦，咱的大院长了，社会议长，是啊，社会议长，是，啊，各位，咱今天的这个大会有请。牧师，大家平安。平安，嗨。那我是台中姑姑啊，啊，再看这世界贵人吧，来家做你们教会牧师，啊，去看说罗红啊，牧师来家。啊，所以这个教会看到广告的嘛，我拢就了解。啊，所以来来去去啦，我台中牧师的角度来来去去。啊，看你信徒，老百姓嘛，那老也好啊，恁也好，反正在我这里生命啊，地面安尼啦吼，咱拢是住在国土内面啦吼，将来将来大家嘛是爱去建筑安尼啦吼。啊，不得讲，今仔时主要是二六吼，就讲爱来跟伊交接吼。啊，做某某事嘛，啊，这个成为二六做了这个代志，因为咱是无到位，起码有是崩溃。虽然拢是委婉啦，吼，啊，若照研究得到，吼，这不是误会吼，但是就会讲爱处理，吼，啊，爱有一个社会议长，吼，啊，派我做教协部长，阁是起码是总会教协委员会主委吼，啊，来负责安尼吼，啊，所以我有甲牧师讲放心，吼，来这样子好好啊处理安尼吼，啊，咱嘛唔免烦恼，吼，咱一定。一直进步，因为台中需要人口大回来，因为咱的建立的建立吼，我也简单啊，吼，蛮简单的，用过也是咯，做做代志吼，拢需要咱有信用的徛出来，亲像耶稣提前生命，从来教会在信徒嘛提前生命顺得安尼，大家就讲空旷，大家迄个公义空旷，大家迄个民主的社会空旷出来安尼，所以人口大回是继续在存在。啊，所以未来要行的路吼，我相信需要咱大家继续帮忙。啊，我今日起码来接这个社会议长的角度吼，我一定照常的尽力加发多来帮助咱大家吼，让咱啊欢欢喜喜啊拍赢家啊哪来哪济人啊哪来哪有感情啊带动台中市所有的市民拢来啊哪来了解这个信用，让咱台中的福音的扩放吼，是为教会行出来社会安尼。吼，安尼咱只会当变平常，对吗？啊，吼，啊，嘛，
你们你们书也来过来道上跟咱们吼，我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你我来为了后面的时间拍拼来吼，我来跟咱介绍一番大气啊，好，来，谢谢。感谢主。啊，五分钟时间吼，五分钟。啊，压力大了，压力大。李炳南，李炳南。真正真正看到阮要上百回是真欢喜，哈哈哈哈哈！再上百嘞，哈哈哈哈哈！刚有两位讲袂了，对身体有足侪无同款的看法。上帝给我两个真大的恩赐，我较知，伊有我有真喜乐的心，来面对我要去服用的教会。甲摇滚，第二我有感恩的灵，我知影无论啥物款的境遇，我拢爱去面对我的上帝。当你将人带到我面头前，我要服应的就是用感恩的灵甲伊落心，帮助恁来度过世间可能拄会到的种种的困难。这上帝，我上该多来问事。那因为有这个物件。所以我家己知影有足侪教条，甲我拍袂掉，吼、哦。所以林牧师，后摆你也来遮主持圣餐，阮遮是，若无心无洗礼，有哪会当收圣餐，吼、哦。所以你若要甲聊，有哪会当甲聊，吼、哦。教条甲我拍袂掉，因为我知影，上帝话行过教义，过来，我倒去台南啊。第一，我要来，我嘛要甲潘特罗讲过。看去台湾愈来愈侪年长的人，所以对我来讲，帮助年长的人，即马可能是教会必须爱面对的一个功课。我希望，我倒去会当做长照的这种专职的事业。伫咧做长照专职的事业，我希望。就是用教会兄弟姊妹做主体，教会兄弟姊妹若无工作，甲送因去做长照的专职员，互因有工作通好做。然后教会内面若有年长的兄弟姊妹，会当帮助因，咱来甲照顾。这对我来讲是一件难过。啊，迄个风浪兼济苦是，年长的人下面差不多拢无来教会啦。当人咧照顾因的时阵，咱就会当足有理由直接介入伫因的家庭内面，诚济因的探访，或诚济阮的探访，然后诚济因的帮助。无对我来讲，信仰也无展现伫鲜花，这都只是一种宗教的教条而已。所以对我来讲，鲜花甲信仰必须按 match， 但是伊爱有方法，这是我一直咧追求的一种的看见。信仰没有方法，就表示没有办法融入生活的里面。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一个这种的看见。我的追求这个看见，是我每一摆看耶稣的时阵，我拢知影耶稣他总是用方法来解决人的需求。耶稣唔跟他讲的，所以这是我有信心反转了后，我看见耶稣在做，所以我定拢要跟他讲过两句话。耶稣，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学着说什么；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学耶稣做什么。那无耶稣，伊无法度进入伫咱个生命内面。所以我只要做嘛，要把兄弟姊妹方面，离开你，有这种，不是背叛嘛，吼。有一种声音一直在跟我催逼，比如我伫台南有已经，虽然我即摆台南无教会，但是我台一届已经有目标七八十个人伫伊中间，即个人已经甲因栽培，我对因的栽培甲对恁的栽培是完全无共，我对遐拢第一代信徒甲人真有足共，但是我对因的栽培是因必须爱去做。比如讲，我会当做啥物会，我就甲因讲，恁会当做啥物会。我会当替人为患病人祈祷，因来得到医好，恁嘛会当做只工会。
恁若看到人有问题，还讲咱讲叫鬼有心的，我会当做，啊恁嘛爱做看卖啊。所以对外的人拢会提出，但是我只是要甲人讲，当咱安尼做的时阵，有一种物件，伊来问叫做 Christmas， 就是温素，伊会变出来。上帝给咱的温素，你唔知，你只有去做了后，才会变出来。变出来的时阵，迄、那个温素有一个共同点，非常的温素无同，但是你会变成一块磁铁。你会将需要的人个怎样吸过来？所以我咧，我伫台南个小组探足紧个，一直探，一直在探。啊，伫咧探个过程中间，有个人不得不爱起来做小组长，所以因咧学足紧，是因为面对很多新的人一直进来。咱个教会是一个完全无共咱熟悉个教会，你毋免去学讲像我台南讲个遮物件。但是我相信 ，Christmas 温素同款有一个属性，就是咱的教会应该爱正做一点特招，来吸引更加侪对台湾有负担而且会兄弟姊妹来群对咱。吼、哦，就是对我来讲，咱必须爱有个物件。伫我学习，伫我咧看信仰的过程中间，一个基督徒伊若去学着一个物件，他一生就受够用。啥物款物件？就是学习耶稣伊讲的，恁就爱学我的款式。我的款式就是温柔、谦逊。一个基督徒学会了这种态度，他就会有一种吸引力。因为受挫跟受创的人，他都是被暴力或者是负面的影响。等你温柔谦逊的时候，你就变成一块磁铁，因为那些需要的人就是需要这种物件。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听，所以讲耶稣心属于这种的听，在你的生命里面，无论倒一个教会，咱拢有不同的独特性。所以我相信，当你领受耶稣所讲的话，就有我的款式，我的款式就是温柔。乡村，你们就真的不一样了，肯定真的就是不一样。一休，来，好，谢谢。这个时间当时讲未完了哈，这个是咱来用祝福的诗歌，来甲咱的牧师参加小的。咱来用咱即首歌，咱来用咱准备的诗歌。那才唱，那才唱《爱的真谛》嘞，这嘛很适合啊。虽然这没个别唱嘞，这跟咱训练嘞，这跟咱训练。不是，咱已经用两个月时间用这首歌，哎，咱来用这首歌哈，来甲牧师这首歌哈。咱来用诗说，请牧师甲咱唱。毕生结业，即个你爱有业专用歌。唱的之前哈，我讲要我代表委员哦，跟我们圣歌队没有关系。代表委员跟牧师说抱歉，因为我们大家都 do my best， 结果都忘了准备礼物送牧师。然后刚刚就有人提醒我们，啊，我们就真的觉得现在有点群龙无首了，所以就脑袋摆，给你们脑袋摆挂，知道吗？脑袋摆。替我们摆挂。来万众的歌，引你家里。
世间的种种，凡圣神因带恁行伫上帝的恩害恁的道路中间，个耶和华会笑恁，让恁，予恁行到倒位，耶和华的恩典满满，甲恁撒个地地，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多谢恁，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来，还有五分钟时间。你若要甲牧师做影像，这个时代影像，我无影像。我要补充下，今仔日我搁一摆读下，有听到，请你来。